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健康养餐。现在是39天的二九，天气越来越冷啊。对于这种体寒的人、怕冷的人呢，容易引起手脚冰凉，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啊，暖不热。今天呢，我教你们做一款泡脚水，那就是艾叶和蛇床子。这两款食材都是有助于驱寒除湿、温阳补肾啊、生阳的。我们晚上呢，不妨用这两种食材煮水泡脚。每天晚上坚持泡脚20分钟，你会发现身体有不一样的变化。大家看一眼，今天我们准备的食材：艾叶10克，蛇床子10克。锅中放入半锅水，我们把两种药材一起倒入锅中，大火烧开，给小火煮10分钟。今天我们这款洗脚水就煮好了闻着这个艾叶的香味特别的舒服。我现在带你们看一下。大家看一下，主要就艾叶呢煮出来就是这个颜色，然后闻着呢很舒服啊。我现在赶紧倒出来。这款泡脚水泡着很舒服啊，闻着也特别的舒服。不妨你们呢晚上坚持泡脚20分钟对你们的身体以及关节都有很好的帮助。冬养三九，夏养三伏。我们这期的视频呢就到这儿了。我们每天呢会分享一些不一样的养生小知识，让你们的身体更健康。